宝宝天线宝宝怎么动呢？宝宝你学学，看看宝宝看。宝宝跳舞怎么跳？跳，那你去跳。到月亮那里跳，到月亮那里，看到月亮在哪里？先找准月亮。好，跳，宝宝天线宝宝怎么跳的？天线宝宝。宝宝转过来。是一个艺术的道德，应该比道德水准，这么一个工作啊。